Hello，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到来》的游戏流程解说《王者荣耀》啊！我们看一下我们这儿啊，典韦、蒙亚、李元芳、孙膑，还有个海诺是吧？咱们现在打的是排位啊，对吧？步行兵好打。对面是狂铁、阿珂、安琪拉、黄忠，还有东皇太一。我去的，我走上路啊，海诺打中路呗。我看一下啊，我得防点阿珂，防点东皇。我倒不怎么怕东皇啊，蒙亚不怎么怕东皇，黄铁我防他点，黄铁和阿珂还有安琪拉。帅帅帅！打自己的仗，让别人吃冰珠。An ally has been slain。这黄忠不太灵光感觉。哎我去，这死阿珂，一点征兆都没有。别打呀！发起六进攻啊！阿珂会玩，阿珂没露面啊。哎呦我去，这阿珂住这儿了。安琪拉都没过来过，你抓下路狂铁干啥？你不抓黄忠，后期你都打不了他。五十下，你还行。别出塔，不出塔是不可能，我肯定得出塔。蒙亚老躲塔里边那什么玩意儿。没说你，这是我的。撤！
那吸吸吸，你都能吸呀、啊、你。蒙亚不准怕东皇啊，他还吸不吸？哎呦我去！哎呀，还弄杀伤了呢，还可以啊！我去，有手法，完了，洗了。黄忠经济4000了。黄忠别这么养了、啊、后期谁也打不过他。这阿珂，这死阿珂一直盯着我，我都不敢出塔。你给我死去！揍他，揍他，揍他！哎呀，这死阿珂呀！本来就难打，黄忠加那个谁呀、啊，东皇啊，他俩一开大，我半罐毒血没有。这阿克邪门过来，这安琪拉还过来了。不管咋样，就不服。揍他揍他揍他，我也进去。黄忠你多啥你？这阿珂盯着我，我就太难受了。推了，阿克在上路，下路都推了，跑中路去，推塔推塔推塔。推塔推塔推塔，拿命换吧。东皇有点不太灵光，脑瓜子，撤撤撤，上路推了。哎呀，我真不行了，阿珂呀！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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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重包了。你打完蓝走啊！我的妈！可以可以可以，快跑，阿珂过去了。刚才我的话可能就打那个蓝，我就跑了。你还把黄忠干死了，他追你去了。
把中路推了吧。雪宝，我马上就摆了，你信不信啊？马克呢？推推推推推！哎呀，我去的，这死阿哥！还推个中路塔这么费劲呢、啊？阿珂，你是真能装啊你！开始撤退，开始撤退。东方来了，我得走了，别东方直接把我咬死。哎，这塔才三条命，换了半管血就这塔。奶奶，这塔充沛了吧这？可以可以可以，干死他！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哇，帅帅帅！四杀啊、哦！没有，你把人四杀给抢了，你真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开龙吗？我刚才不在话，鬼就死了。推了，就你打我了，也都给你吃了，开个龙吧，开龙吧，这是神，今天还是这么用。推下路啊！往后点，往后点，下来了，下来了，阿珂。技能已经好了。我冲在前面帮你们扛伤害啊！你看还有一个海诺呢啊，肉不死他们呀，搂的。哎，我打他！我操！揍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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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死你我！你们打不完的。东皇干嘛？揍他呗，干啥？我不太祈祷了呀。哎，当时就他一个人，你们一个人。哎，加呀加！我突然间。哎，这狂铁这不是人的玩意儿，真是。哎。你是有病不，狂铁？你是不是没赢过啊？你是不是没赢过啊？你个狗啊！你是不是没赢过？直接把我送走了，急死你我！来来来来，打我打我！来来来来来打打跑！什么玩意儿你真是！哎，我刚才打你爸了。那东皇跟那里面，他打他。我好像看着我嗷嗷跑，神经病。刚才就你把我送走。快走快走！把我放一个。我弄。哎，吸我吸我吸我！去去去去你的吧！拉克。顺便绕绕绕绕死他，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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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耍他溜他，像遛狗子溜他，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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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线上去了，推下塔推下塔。我去，可以可以可以。阿珂求针对阿珂。太恶心了，一直针对我呀，我出塔我就死。回呀啊啊，阿珂说哈哈，你应该这样回应，你说国服蒙亚求针对。不是，我啥也不是，蒙亚求针对。
国服萌芽求真队，这就问他气不气，给他。揍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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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啊、这么帅把黄忠干死了死啊肯去死吧你啊我说去你的吧那段那白杠都是打我的然后哎看看啊萌芽鸡啦怎么就我一个我整死你安琪拉就我一个怎么下的所有的我哎冰线呢再见所有斯拉克叫你打我哼呸我等会儿出去给他点个赞这下给你嚣张的左刷着右刷着恶心人哎呦哎呦我的妈我承受了我这个年纪不应该承受的伤害东皇喜黄忠崩安琪拉子阿克扎黄铁跑我没那的我是你们祖宗啊针对我我看一下啊六杠七三杠六十五杠三七杠六八杠六啊都可以啊打的对面是三杠九六杠八这个狗出了个制裁我说我怎么吸不动血呢这个黄忠啊一杠十一你看我这啥嘞这东华有点脑袋不灵光的十二杠四了我给点个赞你可护啊六杠七这安琪拉也不太厉害啊